那我们要开始了。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啊，都那么熟了，好，我是我是资管二李嘉宪，初级班，初级班，很久没来了。资管二李嘉宪，大学。那我们要一起去跑步了啊！拜拜。有多少问题在追查，有多少庸人自扰睁不开，但一个人需要想要慢慢慢慢跟着土地撒去，我说为什么要留恋不留恨，一起去跑，进入要冲，我们的走，夕阳都在路，这样的速度，你叫的梦不好抱在抱路，一起去跑，也许有岔路，也许会慢慢挡住，这是我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路。谢谢。